我在隔壁看直播，我女友在洗澡，叫我小声点给你再看。我觉得我玩游戏真的有这么吵吗？你们是不是太夸张了？是不是你们那个音量开太大了、啊？十二点之后，好不好？我们就这样讲话 ，OK？好不好？说个笑话，就当做这里不是我家，我把这里当成捷运车厢，我轻声细语，可不可以？干，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家玩个游戏，我还要他妈提心吊胆呢，干这棍刀呢？前面听到你说要轻声细语，我不是还没十二点？转大，结果白董靠地巴特哥，你突然忘了。闭嘴！你要工作哪里做出来？你要讲清楚。不然我会怕的。